看大家非常热情。嗯啊，你自己说说你有什么优点吧？那多了，风流倜傥，英俊潇洒，很难看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们这孩子就是诚实啊。你们都有意思没有？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挺好。他老实，老实。小的时候喜欢上学吗？喜欢。好吧，分数怎么样？反正五十来分呗。就是、这个有的孩子淘气，不爱上学啊、这点他们就都不随我啊。哦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我还曾经考过特别好的分数呢。咱甭说小学，您大学毕业了吗？什么叫大学啊？我初中二年级就世界巡演了都。我知道一个朋友啊，也不爱上学，所以我特别爱跟他来往。他这个在这方面有点登峰造极了，是吧？啊，快到考试了呢，他就离家出走。哎呦，哎，外边找一工地，找一大烟灰馆子，一待待半个月回来。现在活得挺好吗？哎呦嚯，何止好，人都艺术家了。这个只要他一出现，那现场就疯了。而且来说，他的艺术得到了普遍的认可。是演戏还是歌者？以唱歌为主，但是也演戏。很多人以模仿他为荣。曾经在咱们节目来过，上次大伙儿高兴都不行了。那我知道了。又吃又喝啊！你猜是谁？你猜不着。那会儿你还小呢啊！来吧，掌声有请杨坤。外形沙哑而具有磁性的声音，加上那标志性的动作，让每一个听过杨坤唱歌的人都印象深刻。无所谓那一天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的代表作，奠定了他杨氏伤感情歌的风格。时隔多年物是人非，杨坤也是重新起航，爱挑战的他定会打下一片天地。您又来了啊，说明您跟我们走得比较近。是啊，这个最近很忙吗？特别忙。哦，都忙什么呢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个刚才你下来之前，我们在聊天说到，好多人都喜欢模仿你，有没有觉得反感？太多了。我一直觉得挺荣幸的，别管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，反正一直在那儿。他首先他认可你，他才模仿你，是吧？但模仿终归是盗版的，这是原版的，你们不想听两句原版？他们非要听，跟我没关系。我跟郭老师一块唱行吗？好吧。我们他先唱，我唱第二段啊。哪首啊？哪都行，无所谓。无所谓，谁会爱上谁？无所谓。我就会这一句。你唱完了，我们谁还敢唱啊？你唱得太好听了，谢谢。这种独特的发音方法是怎么才能把嗓子毁成这样？这个上次来咱俩还喝酒来着吧？对，你瞧瞧，好哥们碰了一块儿，喝点酒，喝点茶，聊聊天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。是，杨坤今天又来了，我们一起来。